我养的是仓鼠，然后本来有两只，一只叫火腿，一只叫培根。那培根已经过世了，因为那时候在那个屏东，那时候因为看到圣玉有养，然后就是感觉蛮可爱的。然后那时候想说在那个二军就养一下，就是看一下他们，其实也不用照顾他们，就是给他们一个笼子，然后给他们水，给他们食物，然后就是慢慢跟他们培养感情。然后有感情之后，他们就会在手上喂他们吃东西，就是叫他名字啊。然后那时候培根就在有生病嘛，然后我们就带他去看医生。他有时候会跟他对话，就说你还好吗？还是这样。他那时候要死掉的时候，因为那时候他在手上快死掉了。因为那天他本来就有点没有活力，然后他可能在等我回家，然后让我看一下他最后的模样，然后他就是在手上死掉了。他死前就是感觉在一直看着我这样，那时候会有点难过，因为有一点感情，可能想吃东西的时候，他就会在那边爬笼子。就是意思是他很想要出来叫我喂他吃东西这样。养他们就是心情不好的时候看他们觉得很可爱，没事做就在他们前面这样一直看他们，看他们在干嘛，他们就感觉没什么事，就吃饭睡觉，然后跑那个滚轮，然后就一整天就这样。因为我以前是喜欢狗，我老婆以前是先养狗，然后后面那一只狗我还没跟他认识啊，他跟我讲，那个狗就去世。然后后面有一天，我岳母跟我老婆下去倒垃圾，然后有一只流浪猫，就是我现在养的橘猫。我觉得这是灵性吗，还是怎样？我不知道。他倒完，他就一直跟着我岳母跟我老婆后面，因为我们住二楼还三楼，然后跟我们一起走上去，然后。我老婆就问我岳母说要不要养，因为他们刚好那时候失去那一只狗，然后有点不太想养宠物，然后我岳母就说看他会不会跟我们上去，如果他跟我们上去，我们就养，就要跟我们上去，跟他们两个上去，然后在阳台，他没有进去哦，门打开，我老婆跟岳母已经在客厅，他就一直。他阳台上面，他就站在阳台上面坐着，然后一直往里面看，那仿佛就很像是他要走了，然后又要进来这样，然后门是开的，然后过不久，我们也没有买饲料还是什么，他就走进来，然后岳母就说好养，然后后面又聊，很像是那一只狗的关系吧，有可能啊，我不知道，会不会是投胎来？之类的，我也，哎呀，那时候讲完哦，对，可是我是养两只，后面那一只是我依然家里的母猫生的一只那个幼猫，然后把它带回来，就是它很阴沉，因为我老婆姓陈嘛，然后就叫它陈丁丁，陈丁丁，娜娜，可是它是公的，因为我女儿取的。我以为就整天都叫他娜娜娜娜娜娜，好、啊，那就娶娜娜吧。然后橘猫是我女儿玩具，她都欺负她。我女儿很像男生，因为很多那种本那个书本，就是她会看的书本，很厚哦，抽到这么厚。她拿着，直接用力抽她头。哦，我老婆就生气啊，你怎么抽她头之类的，然后。我那橘猫还是在它旁边围绕着，不是，对啊，不知道它是喜欢被虐待还是怎样，应该是个性太好了。我女儿都会亲它，它打完它就我说妹妹你不能这样，它就过去，不要用打的，要用摸的，它就这样摸，然后它就这样骂骂骂，一直亲它，很疗愈。可是我很怕丁丁那个压力很大，因为女儿。
嗓门又很大，我怕他只他一尖叫，他本来是趴着躺着躺在那边，尖叫他就起来，我感觉他很像人哎、欸，不知道什么，我那是橘猫，我觉得他习惯了、欸，习惯我女儿这种每整天，因为我女儿起床一整天就待在客厅嘛，因为现在疫情不能出去，他一整天就一直被弄、欸。如果我是丁丁的话，我一定跑到高处，我绝对不会给他用。可是他就是喜欢在我女儿旁边围绕，哎哎这样，然后就喜欢给他弄，我会抱他，他说你怎么那么胖啊，那么肥啊，然后我超爱摸他肚子，超软，他这边的毛跟后面的毛是，那感觉是不太一样，我超爱捏他肚子，我会亲他了，可是我不会吸他，我女儿会啊。我是养老鼠。因为好像是大学的时候养，那时候跟女朋友去宠物店逛，然后看到一只全黑的，然后我们就觉得很可爱，然后我就想说养看看，它还没有名字嘛，然后好像我是因为本来是要买木屑，然后我讲成买木炭，然后。他那一只的名字就是取木炭这样，然后后来陆陆续续，总共养了5只吧，然后都不同品种，每一只都有自己的名字，都是他们的特色去取的，花色都不一样，我最喜欢的应该就是第一只那个木炭那一只，因为后来他生病老死嘛，然后又买一只一模一样的，那时候就老婆就给他取波霸，还好我都分开在养，就是一只一个屋子这样，全黑的那个最大，就是他可能喜欢在某个地方上厕所，然后我就。说在下面上，都在那边，因为他本来有一个，我有买他专门上厕所的地方，结果他都不在那边上，都跑到那个角落，然后那个角落就变得很脏，然后都东西都黏在那边，很难清这样。有几只蛮乖啊，有些又很皮，那平时无聊就去摸摸他，然后。就是心情也会比较好。